餐具员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打开门，将需要装载的物品放进去，消毒，关上门。缺水指示灯，绿色的缺水指示灯提示缺水的情况下，加入两倍，也就是1000毫升的水。缺水指示灯灭掉了，就是加水结束。然后选择需要工作的程序，按下启动键。